大家好，唔知你哋有冇喺乐圣都度发过一个好奇怪嘅梦？就系喺一栋 IAA 咁高嘅大厦里面，突然之间跳咗落嚟。偏偏我就有个咁嘅经历，喺我跳紧嘅时候，仲发现到一只鬼咁嘅样嘅嘢。喺呢个时候，我梗系揾我朋友问一问佢，点解我会有个咁奇怪嘅梦啦？好啦，我哋今日睇清啲嘅特约记者，我叫文仔。我近排收到个报料电话咧，就话有人话俾我听喺山上面咧就惊现一只女鬼。咁好啦，我哋而家发现到有三个目击者嘅。咁我首先问第一个叫 Money 嘅先 ，Money， 我想问一下你点解会打嚟报料话发现到山上咪有女鬼嘅咧？嗱，话说咧，我上次就去试架新嘅电单车啦，但系因为我嗰阵时俾警察追紧，追杀紧添，仲要好恐怖，之后我于是又走投无路，只可以挨住上山咁样。但系上到山嘅一半嘅时候，无啦啦见到有只白色嘅影，再睇一睇，哇，撞鬼啊，女鬼嚟噶，之后咧我打电话俾你，我即刻系咁啦。好明白，咁好啦，我要问下第二个目击者先。好。阿汤，阿汤，听讲你又发现到山上咪有女鬼喎？其实个事情究竟系点咧？系啊。嗰晚我个有啲朋友就叫我去佢个小机场度参观啦。之后我哋就喺酒店度坐咗架飞机啦。之后开下，个即系个揸飞机过嚟同我讲话，飞机出事，佢话跳沙。之后跳嗰下见到嗰个只女鬼飘下咁样，之后我哋成机人都吓亲啦。之后我呢时候要幅相，之后打电话俾文仔你啦。咁好啦 ，OK， 咁我而家訪問第三個目擊者先。好啦，我哋而家訪問下第三名目擊者，叫阿漢嘅先。好，阿漢啊，聽講你又發現到只女鬼喎。昨晚見有啲唔開心，咁嗌咗阿峰陪我上山飲下酒啦。咁飲咗啲酒喎，無端端咧，唔知係幻覺定係真㗎啦，喺山上面望到只女鬼喎。咁第二日啦，即係啱啱啦，我就即刻打俾文仔你，同你講呢件事啦。莫沙莫雨人先生，我想问下你对于闹女鬼嘅事，你有咩发表呢？其实之前咧都有听过几单呢个新闻噶啦，系报纸都间唔中讲过，咁我所以咪间唔中咪搞咗个团咯，但系都系过嚟睇女鬼嘅，明白，搞咗几次都几成功啦、即系其实你一早已经发现到有女鬼噶啦，开三湾三嚿水咯，哇！都市傳聞咁咪聽下咪睇下咯呢啲嘢嚇冇壞咁都係嘅都係嘅嚇滿足下人嘅好奇心都係咁啊係咁啊係咁啊係啊你有冇興趣三嚿水、我記者嚟嘅喎我記者都要同埋你三嚿水幾貴喎可唔可以收平啲咧其實我哋呢邊好多觀眾嘅噃、我哋好多觀眾喎可唔可以收平少少啊觀眾唔係人啊咁算啦呢個可能呢個陌生好似掌握邪咁好啦我哋唔好再訪問佢啦我哋而家差唔多時候係要上車嘅啦。经过一轮的扰攘之后，我和我的朋友终于都上到车。再看回我们的名单，你看看有几多个人和我们一起去这个探鬼团。究竟我们这班团友是怀着好奇的心态，还是他们曾经都好像我这样有一个这样的经历？怎么好，坐长途车怎么都要睡一阵先。估不到当我睡醒的这一刻，灵异的事件就在我面前出现了。我们的团友突然之间不知为什么有行山劲他不行，他偏偏要走去行山坡，还要不是一个，是集体地行。除了撞邪，我真的想不到有什么原因可以令到他们这样。他还要到黐线到碌下来都是笑住地碌，哪有可能啊？你说你听下，你听下佢哋嘅笑声系几咁真心，几咁开心，证明佢真系碌得好自然，有少少变态嘅感觉添。你见唔见到我哋嘅领队碌得几咁快乐，由山腰碌翻到落山脚，最后碌到连人都唔见埋，几经辛苦，终于行到上山顶。上到山顶，文仔仲同我讲唔使担心。我介绍个朋友俾你哋认识，嗰、那个就系阿峰啦。嗱，我哋首先介绍一下先，我哋今日咧有个道士，我哋特登请咗个道士翻嚟，叫阿峰嘅，佢会为大家捉邪捉鬼噶啦吓，大家唔使担心，冇事嘅吓，大家可以继续一路喺度欣赏鬼迹啦。吓，阿峰会负责保佑我哋嘅。今日开始啦。好。
大家准备霸定位啊！嗱，仲有几分钟啫，仲有十分钟左右就惊艳女鬼啦。好啦，阿峰，唔该晒你先。我真系好想攞个镜头 zoom 一 zoom 佢添。哦，其实你冲埋去都睇到噶。我最近都冷天啦。啊，唔知影相又影唔影到嘅咧？当我听到有枪声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我们这班团友根本就不是怕鬼，他们只是每人愿意付出300元就走去捉鬼，扮捉鬼地死队。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大胆？难道他们不怕死？到最后师傅说要等到听朝做埋场法事之后，大家就可以离开。就可以作法，属猪属牛属狗的领领宴，嗱，七月，10月全部领领宴。好，好，开始点火。好，得啦，全部可以面向十字架。作一个最深切的敬礼。不知道为什么当仪式完了之后，整班好像装车一样，只是口噏一个打字，他们就互相厮杀。哇，整班好像装车一样，导师什么事啊？导师为什么会这样啊？导师有没有人可以解释一下？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事，我做了导师这么久，不是已经作了法了吗？是啊，为什么会这样啊？我死了这么久没试过。喂，我会不会有危险的？喂，我是工作人员来的。啊，真的连我都要死啊。这样就这样就牺牲了。